动了，都收到。注意啊，我们已经抵达武汉上空，将于六分钟后降落。收到，我们已经在下降高度，机场等你们。我们在你们身后，将于十分钟后到天河机场。我们武汉见。今晚的航班，解放军三支医疗队450人，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三地，乘坐军用飞机出发，于24日晚23时44分全部抵达武汉机场，正式将首都入到武汉地区至今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较多的地方医院开展救治。